我们前一堂国语课我们已经做到的事情是，好，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哦，好，先一起说，我们今天呢要一起先把缩短之后的长句句意要来串联，找出来那一个段落的段落。好，那今天有几个重点要请你注意的，第一个是。可以再进一步的用句子来去概括好几个类似的概念，对。好，接下来我也要请你在串联的时候注意句子上下句之间的什么关系，来去选出最适合的关系。OK， 好，那待会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哦，你们都已经有自己我们已经写完你自己的缩句了，对不对？好，待会再给你一点点的时间跟你的组员讨论出你们那一段最后待会要呈现的是哪一份缩句的作品，然后待会我要请，好，我待会换号码哈，等一下请三号当记录人，三号拿平板拍摄你们那一组的那个讨论好的缩句作品。好，这样清楚待会你要做的事情吗？OK， 好，那这件事情给你2分钟哦，做最后的讨论跟拍照。好，来预备计时，2分钟开始。好，来，这一组有没有做
刚刚做个回应了吗？刚刚可涵建议你们说，这里要加入六年级学生六年级这个讯息。好，那这样子修改的只有变六年级学生吗？那、啊、你前面也有国小班也放进来。没有，其实自主的建议，但是我觉得也有国小的学生，那如果不加六年级的话，因为也有国小的学生，他们都已经说了，他们很少旅游啊，有可能是也不只做六年级的教育，就是他不一样，整篇课文都在。等一下，等我点你。好，吴彦比可能没有听清楚刚可涵的意思哦。刚可涵他说下半句怎么样？你再说一遍。他是因为他这一整篇课文都是在讲六年级，他们讨论毕业旅行要去哪里什么的。好，所以重点在什么旅行？毕业旅行。请问几年级的学生才能去毕业旅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六年级的也加进去，再来我们往下一句推进，一起念他们第二句的缩句，预备，念。大家好，我想去的地方越多。哦，好，那个主词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不一样的？没有。啊，写学生可不可以？有，可以。也可以。好，那针对他们的事件，有没有人要提出修改建议的？好，来，请说。李老师的家乡还是这句话的主要事件。好，有听到吗？那个第七组，他们认为这句话的重要事件是想去李老师的家乡。好，请给回应。他们都没告诉我他的想法。哎，我原本就是写要去李老师的家乡玩的，结果他们都没告诉我他是这样。耗子，你的意思是说，原来你的答案跟你的组员不太一样，是不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要不要待会？没关系，我待会再留一点点时间，让你们一起把这句话到底要用谁的版本把它讲好。好，我已经解释了一个学生过了。那你也先再想一想，刚唐先生的点。我先找另外一组也来针对这句给想法。你觉得这一句话的重要事件该是他想去的地方越来越多，还是他们想去李老师的家乡玩？好，来，李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想要在毕业前去李老师的家乡玩。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同意唐鑫的说法是吗？对。好，理由。因为那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最终是要去李老师的家乡的。OK， 好，谢谢。好，所以那这样子有两组都认为呢，这里应该要明确的把他们想去哪里讲出来。所以这里呢，待会请第七组做更正哦，你们要写出来，他们这个事件应该是想去。好，我们这里要写。大家想去老师的家乡，也就是哪里？也就是哪里？台湾。好，想去台湾玩。OK， 好，来，那最后一句话，他们这一组的缩句是学生拿不出旅费。好，来，赶快检核那个主持，一样吗？一样。好，重要事件，大部分都你的事件跟他差不多，都是拿不出旅费吗？对。那这样子就 OK 了。那细节的部分，我今天有说，我们不要求他们的缩句跟你的完全一模一样，有没有可能？他不是你的复制人，所以你不要这样要求人家。只要他的事件找到主要事件跟你相同就可以了。好，来，那我们要往下一个步骤进行喽。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几个步骤来去串出你们那个小组的段意，对不对？对。来，一起背。了解，熟悉这几个步骤了吧？第一个要先拿出来，再来拿出来，再来一个呢？一句带过，最后呢？好，所以待会要记得注意其中我们今天的两个重点在后边，这两个对不对？对。如果可以再进一步的一句，
概括，请你进行。再来，你要判断句子之间的关系，给它合适的连接词。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按照今天，我还没换，等一下三号记录，然后一号发表，二号主持，这个模式，请主持人带着大家讨论出这一个段落的段意来。好，我时间给你7分钟，把答案写在讨论好的段意，写在小白板上，写完的组别开始一起讨论，预备计时开始。Thank you.
我先确认一下，你已经拍照完毕的举手。要不要再问你还没拍照的举手？二分三，赶快拍。好，刚刚最迅速的是第五组。好，我们先其他组都好了哈。刚刚看到有一组的讨论呢，有一个蛮热烈的，待会我们要请这一组上来分享一下。然后待会还有另外一组，我会再找另外一组，还有一组也可以哈。先请吴燕那一组把你们的答案投影上来。好，郑瑞，好了吗 ？OK， 那我们先听博彦他们那组的发表。来，发表人请上来。大家好，我们这组讨论的段例是耶游国小的。修正建议的地方，来，监狱。好，第七组，请认真听哦，待会你们要给回馈哦。我觉得你们那个耶游国小的六年级生很想去老师家玩，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很想去老师家玩，就是可以理解他们很少出门，所以避雨的时候很想去老师家玩。好。结语的建议是说要去毕业旅行这一点。好，来第七组有人可以给回应吗？好，来陈君，你说。谢谢第一组的建议，我会把它改上去变成也有国小的六年级学生，因为很少出门旅游，所以想去老师家。因为毕业旅行吗？因为很少出门，所以想去老师家玩，却出不去。结果你把最重要的毕业旅行，你要放在哪边？想去老师家玩，然后毕业旅行。好，杰宇，你要不要再把你刚刚那个毕业旅行的那一句话再讲一遍？他们可能没有听清楚。你直接把你的那个修正建议讲一遍，也有国小。也有国小的六年级生，因为平常很少出去玩，因此在毕业前想去李老师的家乡。老师刚忽略他的一点，他不只加毕业旅行，刚杰宇他也建议他们要再多加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很少出去，很少出去玩。好 ，OK。那除了毕业旅行之外，这一点，你们的重要事件还有没有要针对它的重要事件跟你们不太一样，想给建议的？老师，那如果他们那一组要那个黄杰宇的说法的话，那大概就会变成因果关系了，就不是他们原本想说的转折关系。哦，如果把因果关系也放进来，要把很少出去玩放进去，就会变成因果关系。那不是他们原本写的那个转折关系，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我这个缺一定得拿掉吗？我可不可以这两种关系并存在一起呢？可以。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却怎么样？可以。也可以。好，关系不会互相排挤，它有的时候句子之间关系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哦。好，再来，常亮。我觉得你可以
把六年级要去哪一个老师教完，说的更明确一点。好，第七组有没有回馈？他说一下把哪一个老师？是李老师哦，不是古琴芳老师哦，是龙彪老师哦。谢谢这组对我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上面已经都说是六年级的学生了，那为什么还要再讲一个李老师？六年级的学生就是那个老师，他可以，他可以说他的啊啊，这样这样，第二节说不愿意的盛宏老师哎，好，他说叶有国小，我想我们这个讨论先打住哈，这个到底要不要加老师的姓氏呢？要，这个叫做。思维末节讨论要加也可以，不加也不会影响整个段意的进行。好，所以这个不值得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了。那我们来看他们的句子之间的那个关联性好了。他们这一组找到的关联性是什么？是。这个叫什么关系？转折关系。好，有没有人跟他们不太一样的想提出建议的？有吗？好，玉璇。我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把那个确是把它写那个大。哎，那你觉得这样有完全不一样的关系吗？没有，一样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都是转折关系当中的连接词，去跟蛋一样。OK， 好来，那我们就谢谢这一组的发表喽。还有一组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哪一组呢？哇，来，我一定要给第四。四组一个机会，来第四组，平板屏幕上来。我上次没有很成功，所以你现在给我们一次机会。上次我有做过一个机会，好来。香闻却拿不出旅费。啊，你是太紧张，是不是？这个断句怪怪的。没有。什么叫噎有多少？想听老师讲香闻，来再给老师机会。好，来开始。也有国小六年级的学生想去李老师家乡玩，却拿不出旅费。好，还有吗？在讨论过程中。我们觉得，我们觉得最主要的组织是六年级的学生。最重要的事件，我们是因为他们是要去毕业旅行，在毕业旅行之前，想出去。玩，想出去老师家乡玩，因为他们很少出门。好，这个有一点紧张，我们先给他一个鼓励好了。刚刚有人在讲什么？没关系，我来帮他度过哦。然后你这一点应该是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要留这两个事件？因为看起来他们删掉了一个事件，对不对？对。他们删掉哪一个事件？很少出门，很少有旅游机会。对，他们删掉这个事件，留下这两个事件，所以你们应该是要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保留这两个事件，然后拿掉那个旅游机会的那件事。好，没关系，试试看。等下来，帮忙补充。那给你们十秒钟，赶快想一想哦。为什么你们要删掉第一个事件，保留两下面那两个哦？好，那其他组有没有人跟他们一样？你都跑到真的十秒，很快嘞。好，来，请说。我们删掉很少出门旅游的原因，是因为下面的是已经在说他们出门很少出门旅游。
你说，因为下面已经讲说他们要去玩了，这样吗？所以前面就不用再交代，他们很少有。不然会太长。哦，好，你们原因是因为这样子会太长。好，来，那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人跟他们一样，就是都只保留这两个事件，删掉第一个事件的。那你们来讲讲，你们为什么也会跟他们有这样子一样的动作？因为加上去也是因为太长啊，我们觉得很少去旅游太重要。为什么不太重要？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就是写，他就说后面付不起费要去，想要去老师家旅游啊。我觉得他很少出去旅游，太重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就跟他们的理由一样。哇，那这样子太重要，这样子你们都是凭感觉哦，凭感觉哦。没有，不是真的，就是比较重要。好了，注意力，注意力。我觉得因为是很少出门旅游，跟付不出旅费有一些关联，所以我才删掉。好，最后有一组讲得出理由来了，因为付不出。很少有旅游的机会，跟接下来的这两件事是有关联性的。那如果这两件事情它就可以帮我们涵盖前一句的意思，那请问三句话都要留吗？对，都不要，我们留最重要的事件下来就可以了哈。好，那请针对这一组他们句子中间他们找到的关系来做回馈。他们一样，他们找到的是什么关系？转折关系。好，哦，他们用了哪一个连接词？拿不出旅费来。好，有没有人想要给个修正建议的？好，打心。可是我觉得还是必须加一个因为很少出门啊，因为他那个就是因为很少出门才会想要去子怡老师家玩呢、啊。没有啊，或者是他们不是很少出门才要去，他们是讨论毕业典礼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们毕业旅行啊。好，等等，先让唐姐讲完话，你想要回应再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很少出门才会去子怡老师家玩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定要有。好，唐心。不过我们刚刚在我请你们回馈的是连接词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先把连接词的讨论完，再回过来看到底要不要摆因为很少出门这件事。其他组还有人要因那个连接词的部分给任何建议吗？我就是要那个。我就是觉得第一句那个也有国小，他们很少出去玩，就不用加。好，我要先打住了。要那个跟讨厌的连接词。哎呀，这几个人他们都很想说话，可是都没有在听老师的问题。好，意思，所以这看这样子看下来，意思是说你们针对连接词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是吗？对。好。确定吗？那我就先把这个问题结束掉，我们就把这两句的关系定位在他们是属于转折关系。好，那我们赶快回到你们刚刚关心的事情好了，到底要不要放因他们很少有旅游的机会，然后还有哦，我看到有一组答案是这样哦，他有解释拿不出旅费这句话，为什么拿不出旅费？因为他。因为那个将近一万块，对，旅费太高这件事。好，来，有人有写，那你们来说说看，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个讯息也放进去？余晨要试试看，我会提示你，你来试试看嘛，讲出来你的这一句话，为什么你们要把旅费太高这个也放进来？因为他这样子才会付不起钱。哦。为什么会付不起钱来呢？原因是旅费太高。OK， 好，那所以第四组要不要给个回应？你们给我回应。对，针对同学给你的这个建议，你们觉得要不要把旅费太高，所以导致拿不出来这件事情放进来？谢谢第五组的关
会，我们会把里面蛋糕加进去。好，看来有人有不同意哦。直接说好了。就是因为呢，它上面都已经写说去南部出旅费，那就可以表示说旅费很高啊。哦，是这样子吗？所以因为他这个原因有哦，那个文章里面有交代哦，不是因为他不想拿，而是因为旅费太高，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再摆进来。那这样子这一组的这一段下半句话就会变成因为旅费太高，所以拿不出旅费啊。好 ，OK， 那这样子的话，后半句他们就会多了什么样子的关系进来？结喽，刚刚我们呈现的这两组答案，请问他们的段意完全一模一样吗？不一样。好，那有前一组，我现在前一组呢，他们有把因为怎么样，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就讨论的，把因为旅费太高，所以导致那个拿不出旅费来的这一个放进来，这样子会让你的整个段落大意再更完整，你有涵盖。本来段落里面想表达的讯息，这个是老师希望你做到的。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为了要让那个段意变得非常精简，所以他会删狂删，就三个重点，对，很多的重点就没有被重点就被删。是的，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回过来，老师还有几个问题，最后再回复一下。请问我们今天的这个串联缩句写出段意，经过了哪一些步骤？我们一起说就好了。哪一些步骤？你要不要再把题目看仔细一点？我们理解整个段落在说什么，对读懂一整篇的文章有什么帮助？就是可以比较快理解文章。你的意思是说可以比较快？都在写什么？哦，理解整篇文章在写什么，是不是？好，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段落的大意都掌握住了 ，A 段、B 段、C 段啊，你都知道这三段在讲什么时候，我们再把它给串联起来，也就是你可以。对，了解整篇文章的意思了。好来，那待会呢，我们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请你们把你们刚刚各组都有拍好你们的段意答案，对不对？对。好，请上传到英才网讨论区，我会开一个 L12 第二段段意。好，还不是现在，请合上。OK， 好了，那我先交代完哦。上传完之后，每个人记得要去浏览各组的段意作品，然后把那个第二段的段意写在今天学案的哪一个部分？这里，最前面，段意的部分。对，刚刚有没有记得各组主持人，你有没有帮那个上台报告的两组做检核的？有。好。没有。还没的，现在你有一点点的时间把它拿出来做完。主持人，你们的那个布你们的检核表找到吗？
是这个不是你的，他们两个。好来，好了吗？好，来，请把你们的那个监护听表完成的交来我这边。主监护听表完成的。第七组，我们在等你哦。第七组，现在还没有到十六一条讨论区，还没，是待会。好，你们请合上，直接合作。好，来，那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先上到这里，待会会后，第七组，请那个不拍照的那一个人，就是上传答案的人。好，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班长。Thank you.